然后这是利用气压哈，你要收压缩它的肌肉，让它像类似运动的方法。我们运动是肌肉的收缩、膨胀的，是做运动，像一样的哈。所以说我们现在用这个东西也是让它能够被动式的运动。那我需要你的帮忙。 屁股要抬起来，屁股要抬起来，这种方便对不对？屁股要抬起来。站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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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起来
整个那个骨盆要上来吗？要在这个里面吗？那我再把它下面这个再放高一点吗？ 冲一下，放一下。哦。不会一直冲。哦，这样。不会低的。这边感觉上好像冲的比较饱，这边好像两边。 说，说。
깨끗하잖아요. 然后让他在这里弄着，就做那个，好不好？这样就好了。嗯。这样就。